嗨，大家好，我是 Tom， 我是 Jerry， 我们是 Tom and Jerry。猜猜看，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罗浮宫，来到巴黎。罗浮宫是世界前三大的博物馆其中之一，它是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才盖好的博物馆。哦，我真的超喜欢这边的，因为里面真的是满满的艺术品，有画，有雕塑，还有一些我会害怕的埃及木乃伊。罗浮宫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玻璃帷幕做的金字塔，它是知名的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当初在建造这个玻璃帷幕的时候，其实造成巴黎人蛮大的反弹，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跟我们习惯的市容不太一样，觉得这个东西太现代了。但也因为有这样子冲突的想法，让大家对于这个玻璃帷幕有了新的见解。现在会觉得这个玻璃帷幕跟这些比较不是我比较旧的建筑，反而成为一种很特别的融合，觉得很漂亮。对啊，其实真的很漂亮。大家如果来这边要拍照，我们通常都不会在正门口这附近拍，我们都会在周边拍。对，建议大家可以从侧面去抓一些角度。刚刚有超多人来求助我们，超爽的，还问我们是不是摄影师，而且还叫我们指导他们 pose。对对对对对，还就说你可以教我摆 pose 吗？我想说，哦，好啊，没有问题。这边就算你不进去，外面也够你玩很久。如果是喜欢艺术品的朋友，我真的真心推荐你一定要进去。建议你可以买博物馆卡，因为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艺术典藏，走到哪就可以逛到哪，真的很方便。我们其实之前有进去过了，因为我们这一次想要拍更多的风景给大家看，我们这次就不会进去博物馆。但是如果你有进来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去寻找三位知名女神。镇馆三宝，它的第一宝就是美女那是。第一宝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二宝就是维纳斯女神的雕像，再来第三宝是胜利女神尼克。来巴黎的话，其实会蛮建议从这边开始行走，因为这边算是一个中心点。好了，我们赶快去下个地方吧，拜。接着我们来到罗浮宫的前庭院杜勒利花园，这里是巴黎规模最大的皇室园林，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成为公园。花园有许多精美的雕像，故有露天博物馆的美称，这里也是市民最喜爱的公园之一。可以看到许多人就躺在喷水池旁的椅子晒太阳，很适合带杯咖啡坐在这享受悠闲午后时光。继续向前就来到了法国最大的广场协和广场，这里也是巴黎著名的地标。这个广场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地点，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于1793年时就是在这里被推上断头台处决的。如今已感受不到当时的肃杀之气，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气息。这个喷水池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中安海瑟薇最后把工作手机丢进去的场景。来到巴黎有一条必搭的地铁线，就是六号线，堪称巴黎最美的地铁。这是一条横跨塞纳河，距离埃菲尔铁塔最近的一条线路。推荐给大家帕西站跟比尔哈克姆桥站这一段，最大的特色就是坐在车厢就可以享受无敌的铁塔美景。大家准备好了吗？接着我们来到比尔哈克姆桥，这里是埃菲尔铁塔的绝佳取景地。埃菲尔铁塔以适中的大小呈现在画面里，是巴黎 CP 值最高的打卡景点之一哦。这里除了是电影全面启动的拍摄场景，更是拍婚纱的热门场地哦。来到巴黎有一位少女，你一定要见她，一定要跟她碰个面。哪一位少女啊？就是巴黎铁塔，哇，超漂亮！现在天气超好，大太阳，好刺眼哦。这段时间你看我们的影片，应该都会发现很多地方现在都在装修的状态。他们在维护，为了什么？为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所以有很多地方，或是很多古建筑物，或是知名景点，都是在做维护的状态，就会遮掉一点好看的风景。你看巴黎铁塔很像穿了
叫五一，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美。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叫做战神广场，这一侧看过去的巴黎铁塔地板都会是绿油油的，都是草地。待会我们会沿着这一条草地往后面走，从那一侧拍铁塔给大家看。出发吧 ，Go！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巴黎铁塔的另外一侧，这边就是夏佑宫。转个景给大家看一下，铁塔就在我们的正后方，很推荐大家来这个地方拍铁塔，因为这边离铁塔比较有距离一点点，可以拍到全景的感觉是相当不错的，可以拍到一整支的铁塔。你会看到很多人来这边拍婚纱，或者是有很多厂商提供漂浮的气球帮你拍照，当然那个照片都非常的漂亮，不过就是要收费。如果你有这个选择或需求，其实也可以去找他们，或是就像我们这样自己在旁边拍一拍，其实各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漂亮，那我们就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可以拍铁塔漂亮的秘境在哪里，跟我们走 Go！汤姆 Jerry 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很棒的秘境，你透露出来了啦，你不小心透露出来，你看右上角，我就给大家看，就直接给大家看，哒啦，这里靠近夏佑宫，如果你面对着夏佑宫往右边走，有一条路叫做 Benjamin Franklin， 往那边走大概5到7分钟就会到的一个秘境，也不算秘境了啦，其实蛮多人都会来这边拍照的。但是相对于刚刚战神广场夏佑宫那边人潮真的超多，这条小秘境还是比较少人知道。对，那当我们这样一波出去之后，应该会越来越多人来这里。对啊，就趁着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赶快来巴黎，真的可以来这边拍，因为这里的角度真的超美的。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来巴黎，其实很多的街道巷弄，它都可以在不同的角度拍出巴黎铁塔的美，会有不同的味道跟不同的感觉。如果你是喜欢拍跟铁塔合照的话，就不建议你离铁塔太近。对，因为就只能用很仰角的方式去拍，其实你沿着铁塔的周边，只要能看到铁塔拍，其实都非常的漂亮。对啊，所以这边欢迎大家来哦，推荐给大家。我们现在来到了戴高乐广场。戴高乐广场是哪里？是不是很陌生？它就是凯旋门。这里哇，它真的非常的大，它上面的那些雕塑超级漂亮，很多的细节。如果你要欣赏这些雕刻艺术，就是一定要走到这个广场的中心点。这边真的很美，一定也要来这边看看，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壮观。为什么会有凯旋门呢？凯旋门为什么会有凯旋门呢？凯旋门是要纪念那时候拿破仑打赢了二奥联军的胜仗才盖的这个凯旋门。据说他们打赢胜仗的时候，他有经过这个凯旋门过去。凯旋归来，对，凯旋归来的意思，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凯旋门，里面有一个永不熄灭的火，一定要来看哦。戴高乐广场它有8条分支分出去，这边是一个广场的中心点，可以看到那8条大道不同的风貌、不同的景色。凯旋门的最上面其实是有观景台的，如果你是想欣赏夜景的朋友，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上来看广场。这边你进来是不用付费的，但是如果你要上去的话，可以是买博物馆卡或是在另外购票。好啦，那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吧。从凯旋门离开后，就来到巴黎最美的街道香榭丽舍大道。除了以宽阔的灵荫大道出名外，两旁尽是各大品牌精品店，尤其 LV 旗舰店更是成为全世界旅客来巴黎必访的地标之一，喜欢购物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咯。我们刚刚去买了在巴黎非常有名的一间马卡龙，大家知道这一间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间蛮有名的。很漂亮，是不是很漂亮？他们色系排得不错，弄得很渐层，颜色很饱和。我们这次要挑战一个我个人觉得我一直不敢挑战的口味，就是过手霜口味。最下面这个是 Rosé 玫瑰口味，他们卖最好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你看这个，这个还更红啊。对，那个更美。
我跟大家说，真的还是蛮护手霜的味道。它很好吃，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吃下去真的会有玫瑰护手霜的味道。它的表皮很酥脆耶，它中间那个馅料会慢慢在你舌头上化开，很好吃。蛮多人都推荐开心果，进去店里面也很多人会点。口感跟玫瑰比较有落差，玫瑰的它内馅因为是那种像酱的感觉，会比较湿润。这个它回甘会有点花生跟开心果那种，对，坚果类的口感会觉得比较口干一点，但味道是蛮好的。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甜，吃起来不会像玫瑰的有点甜腻感，这个完全不会。汤姆兄超能吃甜食，因为甜食可以让人心情变很好，所以吃甜食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是像马卡龙这种东西就很难带回去当伴手礼，没有办法，因为它好吃的程度只有两三天，因为来欧洲会来的时间比较长，就带不回去。Sorry， 就算带回去一定会潮湿掉，对、啊，相对口感也不会这么好。这是黑巧克力，哇，好吃哦，这个它好吃在它感觉里面是有一块完整的巧克力，对，因为你吃到那巧克力，它就在你嘴里这样，哇靠。真的很好吃。其实有很多品牌的马卡龙，这一间我们以前有吃过，除了马卡龙，它的甜点其实也蛮好吃的。不过你们也知道，只要是品牌化的时候，商品就是相对价位呢，就是也会比较高。这个蛮贵的，就自己衡量啦。推荐大家来法国一定要吃吃看。嗨，大家，我们又回到夏佑宫了。回到夏佑宫干嘛呢？当然是要捕捉美丽的夜景给大家看。刚露出的是乡音呢。晚上巴黎铁塔还是非常多人，等一下有惊喜要送给你们大家。我们现在就来这里等待。对，是在等待的。但现在时间还没到，我们先聊聊天。有几样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今年来对于巴黎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想法，或是之后大家想要来巴黎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因为2024年巴黎奥运，很多知名的景点现在都是用布幕围起来的，都在做一些维修还有维护，因为到时候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观光客还有人潮过来观赏奥运比赛，所以他们想要让市容还有一些建筑物看起来更完整更完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只是这次我们来就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因为看起来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美。但你说巴黎不美吗？还是很美，还是一样很浪漫，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而且你看我们的后面有多少观光客，如果你是想要来拍网美照，就不建议这时候来，因为装修的布幕挡住，拍起来就相对没有这么漂亮。但如果你只是想来体验在这个浪漫城市旅游的话，还是很可以出来走走。因为其实现在在巴黎，亚洲的旅客还是相对较少，相信你们也都闷够久了，现在回去也不用隔离，所以赶快出来玩吧！真的可以赶快出来玩呢。那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终于等到了，惊喜要来喽！哒啦！有没有看到？超漂亮！终于看到这个如钻石般闪耀的巴黎铁塔，真的就在等这一刻，终于看到了。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来看这个像钻石般闪闪发亮的巴黎铁塔，是每天晚上的9点之后每个小时开始，它会闪耀一次，真的超漂亮 的。看整只巴黎铁塔送给你们大家，把美好的回忆就留在这个闪闪发亮的巴黎铁塔吧。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在下方留言、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记得开启小铃铛，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粉专。下周五同一时间再继续跟着我们一起体验后疫情时代世界新姿态。下集再见喽，拜拜！拜拜！什么意思？里面全关呢？地铁无预警关闭，真的很幸运呢。遇到了就是大家传说中的罢工。你看现在的巴黎乱七八糟，很多道路现在都已经封住了。大家都疯了，请大家祝福我们。是泰瑞吗？是泰瑞耶，是泰瑞，泰瑞，泰瑞，好久不见，泰瑞。Yeah， 今天吃饭是 Sugar Daddy 泰瑞请客。我的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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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在这里，包包里面有护照跟现金。Oh, no. 天哪！泰瑞，你现在喝什么？喝奶茶。各位，跟你们说，身在台湾的你们要懂得好好的珍惜。在台湾喝一杯这种奶茶大概50。来，泰瑞，我们这杯多少？5.9。我们算6欧好了，6欧要乘以现在的汇率是31点多，换算成台币，你就知道这样喝这一杯有多么的珍贵，还有多么的小确幸，对不对？好了，泰瑞跟大家说个拜拜。按赞、订阅、加分享，拜拜。